便宜一百块钱不是吧？他把钱拿开要搞你，但是你把我判输了就搞不了。哎，美女，别乱搞，别乱搞，真的，别乱搞。350吧。你把我们的这个维修的这个东西先下来。你最少400块钱，够不够？我这边不好搞。不是你们想说多少就多少，知道吧？如果这500块钱，你跟我讲1000块，难道我就要给你吗？这我外懂市场价的一个。我弄之前跟这两个老板已经说过了，跟这两个已经说过了，你知道吧？不是你一来就怎么还的，你知道吧？是不是的，我们都电脑要不给你吧？那你事情你不能压成这个样子的，你不能告。别演了。演什么呢？你这搞10分钟搞完的事儿，你现在给我搞这些东西干嘛？不是你，如果你要讲300块钱，我就不动手了，你知道吗？800行吗？不行，最少400，最少400。维修件啊，你们太让我为难了，你知道吧？美女，话不是这样讲的，你知道吧？10分钟搞完的事儿，这一卖没有什么问题。十分钟你查监控嘛？我认为10分钟查监控嘛？我看一下监控吧。你确实花这个时间，我绝对给你。那个做人就是要公道，我查监控，来让我看一下，没事。没事没事，监控就像你说的，说了一两个小时，我绝对给你。你讲500块，我就怕今天就说到这儿。我气死了！你不查监控吗？查监控我看呗。你查监控我看。电话打给你的时候，对吧？你别给我打电话，查监控。电话我你可以，你修完了10分钟的之后，一个小时打给我都行了。不能这样子宰人的，觉得我们是外地人，我查监控。宰人啊！我们开机开了10次你还宰人啊？拜拜，我看监控，我看监控。你这话就在那。不是你说多少钱，我要给你多少钱。监控报价2000，我给你报价2000。您刚才不是提出查监控吗？我现在去查监控呀。你确实花了那么多时间，我愿意给你钱。别跟我讲电话，监控，我看一下监控行吗？不行，要把我气死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刚才不是说查监控，是你自己说的，又不是我说的。山东嘛，这天津还是山东嘛？你别跟我讲那么多废话，我查监控，你修了2个小时，我给你500，一句话都不说，你修了10分钟，你觉得这样子能宰人了呀？我宰人啊！我这是火车站，我宰人啊！六点三十三，啊，六点三十三，你办理中，一个半小时。你刚才不是说查监控吗？我现在把你电脑搞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说查监控的，我叫查监控吗？这边不是有监控啊？那我看一下行吗？为什么给你看？你刚才自己说的呀，你自己不说？哎，他听见他说他想查监控的吗？查不开，是的。你说查监控的呀？你别激动，别你想干嘛？我报警啊！报警！哥哥，两，我给你们俩，我看你们的面子。看什么面子？你别给我这些装了！行，你干嘛？打监控！你刚才说了查监控。你老板，不是你说查监控的吗？又不是我说的。哎呀，你坐着，别激动，没商量嘛。是你说查，到底是你做主还是你们做主的？那没有，做生意就是有的商量的，不是说你今天跟我要500。不是你想多少钱就多少钱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是啊，我之前给你修好了。哎，你不是说查监控吗？你刚跟我讲的电话，你刚才查监控，我叫查监控，这些都可以编的。让警察过来查。啊，你别这个查。那你刚才为什么说要查监控呢？我说我后悔的时间，你知道吧？对啊，那就看监控呗。你确实花了一个半小时。我不给你整了，我给你看。你别跟我讲电话，电话我10分钟修好，2个小时打你一样的。你刚才说查监控就查监控，我给你查。